大家好，我是大龙。我爸说要来报名打打，我出去开车挂个机器回来，一会儿就走。现在把这个机器准备挂上，打苞米去。现在这个车挂上了，一会儿就准备回走。行，就打这些苞米，给它打打，不留着。试试开吗？差不多。传送带篓子正好搭这上，这灯正好支点上，哗哗一上。一会儿给你来帮忙呢。活儿没干，先把机缓上。那必须的。开始往上整苞米了。一会儿就打了，那啥呢？咱们车往前开开吧，从那吹过去，这上汤里就是。我妈妈啊，那你还你喷这还再折腾啊？那是行的。哦。整几个菜吗？四个。四个。做那个鸡肉，先摆一下。差不多了吧？行了，没炖点汤了。中午饭怎么怎么离挺远，还是？放辣椒还？今天得给我哥哥来帮人整哈。嗯。现在吃饭这么晚呢哈。嗯。做完还得晚，收拾利索。你老舅要来，我这是一共一亩来地儿，他说那一斗都装不了啊，就装不满呢。你这啥玩意儿？好好好。都带着。喝罐啤的陪着吧，喝白的不行啊。晚上不开车喝点呗。哎，好不好吃？行啊啊啊！跟你大爷说好不好吃？你大爷吃口呗。啊，你这啥？进进咱比吧。你张嘴，他嘴里有胃口了。啊啊啊！快点的，我吃口，我吃口。坐着玩吧，坐着玩。不听话，大爷下去揍你了啊！不行，下来啊！坐下，得先好好吃。吃饱了再喝，下来吧。今天这做时间不短了，这两天都捂住。